그래서 내가 한 방에 엄청 잘 굽거든요. 진짜 있어. 너무 맛있어. 用手捂住嘴，惊呼实在太好喝，可以看出对整奶是真爱。来自韩国的乐天桃园啦啦队女神李多慧上传最新来台 vlog。这次李多慧来台连续三站主场亮相，全台刮起小旋风，却迟迟没有跟她同框。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爱惜我，祝你们生意兴隆。 同样拥有靓丽外形的乐天女孩林香与李多慧两人至今后不见后，却在广告市场悄悄成了劲敌。根据了解，只有连锁饮料店计划推出联名饮料，一开始指定林香代言，代言费甚至上看120万元。 只是厂商后来打听李多慧代言行情价码只需40万元，只需要林香价码的1/3，由一转向邀约李多慧成为代言人。 여기 리더회 이게 제 한자이언이거든요. 빨래도 해주시나 봐요. 이런 적이 처음이에요. 빨래를 해주신다. 원래 다 가져갔었는데. 그리고 이거는 go yeah. 유니폼 yeah. Yeah. 레깅스 신발. 这次李多慧最新 vlog 影片曝光，影片上传短短19小时就已经突破190,000人观看。李多慧在台人气高，与林香两人同为啦啦队超人气成员，难免被比较。球场上、球场外，同样话题十足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